然后这边是电源总电源，这个是这根线是均热头均热机的接线，这个是上搅拌乳化搅拌搅拌的线，这个是加热底部的加热棒的线，这个也是加热棒的线，这个也是加热棒的线，这个是真空泵的线，这个是液压泵，液压泵的线，这个是真空真空阀，这个是升阀，液压升的电磁阀，这是液压降的电磁阀，这个是清道清道的清道的阀，这个是复位清道复位的，这个是道门，这个是这个是液压升的升降升的升的线，升的行程开关线，这个是降的行程开关线，这个是倒料线位，这个是复位信号，这是真空信号，这是倒料信号，倒料的三来回，然后这边是出料旋转出料，这边是夹套的加热的水进口，这边冷热水从这里进去。然后这边是液压倾倒倾的按钮，这是倒料的按钮，然后这边是锅回正的按钮，就是复位按钮，这边是总电源，这个是照明灯的开关，那上个点，然后这个是抽真空的阀门，就是说国内抽真空的时候开这个阀门，这是关闭再打开。这个是决定空气，就是这个就是排空的，就是过滤真空把真空排掉的开关，然后这边是添加香精的，添加香精斗这样子，这个是物料过，这个是净料的过滤器，这里面是过滤网，这个是清洗头，就是过滤的那个 CIP 清洗的入口，这是翻开口可以投固体物料的，这个是刮物，这个屏幕上这个上这个就这样的，然后这边是冷气水的出口，这边这个是液压杆，液压泵站，这个液压泵站，然后那个里面那个小方里面是就是均热头的那个冷却液的添加口，这个是真空泵，这个是真空泵的循环水入口，然后这边是出口，这边的进气口，
把脚那个老外的脚了，慢慢脚自己挺。对，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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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